关智斌之前在马来西亚拍网剧，因为疫情严峻，所以同其他演员一起回香港。三月尾回香港之后，他就要留在家自我隔离。而在这段隔离的日子里面，他说都是做下运动，煮下嘢食，煲下剧等等啦，节目都很丰富的。他还制作了《彬彬周围游记》，带大家看看风景。沿途的风景这么美，哇，哇，几大风啊，哇，吹到我，哇，如果没记错都应该是台湾。出面那个岛仔，我成日都去的。到嚟日落啦。Kenny 在片尾就说下次会再带大家去其他地方玩，果然第二日他就带了一些新刺激给大家。我今天去挑战山路赛啊， Let's go！这次山路赛他还说完美练成360度转体成功落地添。这两集《彬彬周围游记》，Kenny 以全副武装上阵，绝对是诚意之作啊。